八日播出的是2013寻找七仙女决赛的第三场，这是21强进14的最后一场比赛，因此本场参赛选手都希望展现出自己的最佳风采，从而晋级下一轮比赛。我是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李杰。我叫何凤娇。我叫潘宁静。我是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袁媛。我叫乌云。安徽师范学院的潘宁静参赛剧目是《春香传》爱歌一段，这段表演体现了黄梅戏唯美的表演特色，春香的人物形象也很符合潘宁静的个人气质。因为我觉得黄梅戏它的特点，其中之一的一个特点就是唯美。我觉得，《春香传》这个戏吧，就爱歌这一折就非常的唯美，就非常的硬黄梅戏。所以我觉得，比赛用这个剧目的话，可能会比较讨巧，也比较适合。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何凤娇选择的是《小瓷店》中的唱段。小瓷店作为黄梅戏的传统剧目，与天仙配、女驸马齐名。何凤娇在本次演出中加强了剧中舞蹈元素的运用，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这一段很平，因为很传统，然后我和就是说就是打破了这个传统，用一种就是说舞蹈化的形式来表现，然后就觉得有一点新意，有一点突出。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乌云，平时演出的多是小花旦的行当，这次在比赛中表演的是孟姜女选段，一改往日表演风格，给自己提出新的挑战，从而也使观众看到了自己多方面的表演才能。选择这个呢，因为之前没有演过这个类型的戏嘛，想自我挑战一下。因为之前在团里面演的，在单位里面演的都属于那种小花旦，比较俏皮啊，活泼可爱一点的。然后这次演的是这个孟姜女，也算一个大家闺秀了吧。更加紧张的比赛，更加精彩的表现。随着本场比赛的落幕，14强的选手已经产生。预知14强花落谁家，敬请关注11月8日播出的2013寻找七仙女决赛第三场。由北京京剧院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小剧场京剧《西郊》，将于2013年11月10日至12日亮相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场。左明芳、张晋、宋浩宇等担纲主演。小剧场京剧是北京京剧院的特色品牌，近几年来北京京剧院先后推出了马前泼水、浮生六记等小剧场京剧，受到观众们的喜爱。小剧场这种比较近距离的这种观演，从艺术形式本身来说呢，好像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不适应。另外呢，从这个受众啊，还有就是吸引观众这角度来说呢，更能够让今天的这个比较时尚的，尤其是年轻观众呢，能够感觉跟这个京剧呢有一种更亲密、更紧密的这种接触的这样一个感觉。小剧场京剧《西郊》改编自京剧《乌龙院》，截取文学名著《水浒传》中宋江杀西的故事。与以往不同的是，小剧场京剧《西郊》对这段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该剧的主角是阎西郊，剧中主要表现了阎西郊的痴情，以及他多情总被无情误的命运悲剧。我们希望用今人的，我们用年轻人的眼光去看待这样一段旧事，来告诉观众他这样做是基于他的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他对人生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告诉看我们这个戏的人有一个情感的一个正能量，怎么样去爱和珍惜身边的人。小剧场京剧《西郊》将于2013年11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场首演，欢迎您前去观看。
金秋十月，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编剧传承班的新生。今天他们开学了，56名由云南省编剧院历时半年精心选拔的后备人才，在未来几年将由云南省编剧院与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培养。这种大规模的招生在我们全省全系统都是首次，放在我们职业学院的培训，充分地发挥我们云南职业学院培养这个本土的这个戏曲人才这么一个优势和他们长期的这个文化积淀。时隔20多年，在戏曲环境并不景气的今天，云南省编剧院再次与专业院校携手培养后备人才，这不失为一项大胆的举措。无论在培养模式还是在经费筹措方面都是不小的挑战，对此云南省各方面领导给予了他们大力的支持。省委啊，现在给文化单位的每年500万的这种经费。二是呢，这一批人才毕业以后啊，全部作为我们省编剧院的聘用的人才，啊，实行聘任制，啊，这样呢就让他们毕业以后啊，学有所用，啊，没有了这个后顾之忧。优越的政策给云南省编剧院的招生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6名新生是从云南省和河北省的24个州市县选拔出的，其中包括藏族、哈尼族、普米族等来自10多个不同民族的孩子，多民族聚集成为本届编剧传承班的一大特色。我们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戏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应该吸收一些少数民族，目的呢也是想把这个地方戏编剧云南的戏曲呢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编剧这门艺术它主要是一个汉民族的艺术，汉民族的艺术呢它到了我们云南这个地方必然入乡随俗，招收许多少数民族的学生，他会把他本民族的那种文化也会融入到我们编剧的这门艺术当中去，它必将受到各个民族文化的影响，相互的影响，相互的碰撞。将少数民族学生纳入编剧人才培养队伍，这得益于云南多民族聚居的人文环境。然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大多对编剧艺术不太了解，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工作最初并不容易。了很多云南省编剧院从来就没有招过的一些边缘少数民族又众多的地方，比如说丽江市的林浪我们就从来没去过，他们没什么基础，确实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编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要跟他们去聊，去跟他们去谈什么叫编剧，什么是我们云南的地方剧种。虽然这些少数民族孩子最终选择来到编剧传承班的大家庭，但是小小年纪的他们就要背井离乡，远离父母的照顾，这些孩子多少有些不适应新的生活。你这边想家吗？不想，反正就是这个地方太远了嘛，离家乡。家也会想，但是也不能流露出来，流露出来就女孩子呢，眼泪就代表着懦弱。对于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们来说，除了想家，生活上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老师们的关心和照料。张华宗是编剧传承班的班主任，孩子们的吃饭问题是他每天最关心的。学生嘛，都在长身体，你必须要吃好饭。吃好饭他才会身体才会长得好，才会学习得好，所以我是班主任，那么他每一顿吃饭的时候我必须要到场，要看看他今天吃了多少，伙食堂出的菜是什么菜，要把肚子吃饱掉，要才可以上好课练好功，是这样的。云南省编剧院以及校方的老师给予了孩子们悉心的照顾，然而孩子们面对的困难还远不止如此。56名学生中最大的年龄14岁，最小的只有9岁，教育水平在小学4年级至初中2年级不等，如何一起学习文化课是他们需要应对的第一个难题。
我首先就跟任课的老师沟通，就说呢，首先呢，把他们的那个一开始上学的这进度尽量放慢一点，然后呢，我也跟班上的同学沟通，要大同学来辅助帮助小同学，大帮小，这样的话互相带动，把小的距离慢慢慢慢的缩小以后，老师再按照他正常的教学进度来教学。而在声腔课上，孩子们率先需要学习的内容竟然是数数，这不禁令人感到好奇，这是什么滇剧特色教学法呢？原来学生们使用的方言也成了滇剧教学的障碍，老师正在教学生们说昆明方言。我们滇剧呢是滇腔滇语，所以呢我们同学都是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口音给它全部改为昆明话，因为你们在学校里面其实基本上都是讲普通话，但是我们学的是滇剧，云南的地方剧，所以呢必须要有滇味。戏曲表演对学生们的基本功训练要求严格，孩子们每天早晨6点就要起床练早功，他们大多不具备戏曲表演的功底，基本功训练对他们来说着实有些困难。有的程度现在连90度都达不到，就是一般人都知道90度就是一个很平的很低的那个下叉，就是一个就是现在根本就达不到就是180度的。但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就是满脸流着泪，但是还是在继续坚持，就我们在压他们的时候搬他们搬的时候还是能够就是忍住了。云南省滇剧院对此次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思考了许多，也付出了许多，为了让滇剧舞台表演更加丰富，他们甚至远赴河北选拔了几名已经熟练掌握空翻技巧的学生，并且给予了这些学生更多的优越政策。我们选上的孩子呢都基本上是由滇剧院出钱给他们来学校读书，甚至他们的住宿费伙食费我们都是免的，就是想让这些孩子们呢没有后顾之忧，更好的呢学习自己这个滇剧艺术，通过他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一点点技术技巧呢，能带动所有的其他同学在学习上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力。现在孩子们已经逐渐适应了滇剧传承班的学习生活，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这喜悦里似乎也饱含着对未来的信心。云南省滇剧院联合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培养滇剧后备人才，既是一项大胆的尝试，也是一种新的探索。56名滇剧学员将从零开始，点点累积，不断汲取丰富的滇剧知识。他们是滇剧艺术发展的新希望，相信通过未来的努力，他们终将成为滇剧舞台上冉冉新星。让我们拭目以待。